红队第一棒胡祖威已经在起点了。其实胡祖威啊，整个协调性是非常好的。那在这个篮球挑战赛的部分，也是需要一个绿灯的协调性。一开始呢，他没有过到第五个角锥啊。好，好，好，准备上篮，加油，慢慢来，慢慢来 ，OK， OK， OK， 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很快，现在，哎，加油，他来第二次的尝试，刷框而出，对，这个球转，稳稳的进。37.90完成了他的篮球挑战赛，成绩是相当不错。那个没事啊，应该没事，撞到而已，撞到而已，撞到而已，没事。可以可以。哇，暴力美学，可以。这个整体其实相当好的，他应该是前面运球失误受到影响，不然如果罚球线如果能够顺利进球的话，他的成绩会更加卓越。其实运球这一个环节，并不是要运得非常快，因为运得非常快有可能会失误。其实重点是你运球的角度，过角锥的角度要小，然后重心要压得低，好，然后球不要运得太高，那这样子是又可以又快又流畅，又不容易失误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紧接着要登场的是蓝队的第一位女选手林颖乐。那其实呢，贤姐啊就一直非常的特训他们哦，每天呢他们都一定要练定点呢，就一定要投进100颗才能够休息。这是贤姐的强项。林颖乐开始出发，左右换手运球过了5个角锥，非常的顺畅。哇，一球就助攻成功了。贤姐提点他们哦，不要慌。其实呢，这个很重要的是节奏。来，一次打板次，林颖乐的最后一个罚球线至关重要了。有没有机会破大会纪录？就看这一球。哇，这个没有进。不光他光边的球，旁边球，旁边球，没有进。32.63。旁边球，旁边球，旁边球，旁边球。妮娜，我们的女状元表现得非常的优秀啊。林颖乐的成绩32.63是破了大会纪录。他如果在罚球线低球的后劲，甚至还可以破男子组严佑廷的大会纪录。哎，很不可思议，这个速度真的非常快。其实我不知道我破大会纪录，我只知道我其实蛮顺的，只是后面有点可惜，没有一球就进。我觉得如果我第二球没进，其实就会可能掉下来。紧接着呢，要登场的是红队的球类女神林思云宇宙。其实一直可以看到啊，像上次的我们的三分球大赛啊，或者是平常的练习啊，林思云都展现出高峰的学习力。运球有点瑕疵，不过还是呢顺利的过了5个角锥。我觉得其实刚刚林宇宙哦助攻传球一球的投进，也激励了林思云遇强则强。来来来来，不急，这边球稳。稳的，林思雨都是一次进，哇！今天的女生表现都相当的不错。小稳杰，还有一次投进，再破大会纪录，29.01。林思雨是我们唯一全明星运动会目前的等女生抢进30秒内的女选手，林思雨的表现实在太赞了。哇，这个真的太不可思议了。对，我关键真的在最后的罚球，女生的罚球跟男生的三分哦。是，哇，林思雨，那真的是练习完全在这个场上展现出来耶。因为呢，他刚刚的每一个点都是一球进，非常完美。对，很完美，堪称完美的表现。我自己真的没有想到记录这件事情，就想说每一球我都是想过的，我每一球都不是急着出手的，我就是一球一球的完成它。